救命，我真的很傷心。如果真的被人 ban 了，我真的很傷心，真傷心。但是你仲生存緊啊？四人一 V 三啊？係咪一 V 三啊？應該係咯。應該係。你睇頂啊！你向頂睇啊！睇下啲人喺邊啊？一個，兩個，三個係。喂，開開開車，開開車，開嚟啦！我就開開車。一定贏。唔係，但係我覺得佢哋一定贏嘅。Hello。哎，兄弟，你這是？兄弟，你这是打的 BUG 吗？还是你开的东西？不是，我没有开东西，我是用那个的 PUBG 的漏洞。你不要再讲你没开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。BUG 是吧？哎呀 ，shut up！ Oh my god！ 他真的吗？你他是什么？那你可以上来吗？我说是不是你卡的 bug？ 啥 ？OK， 我乱咗佢哋讲嘢，而家觉得始终唔系普通话人啊，唔得的。哎，总之 PUBG 有 bug 啦。我知拍之后崩啦，我佢讲鱼，是不是在水里你也打不了药啊？No， 我有药。那好吧，那你在底下待着吧。我有药药的，我可以。兄弟，你能上来吗？我们打拳吧，好吧？我上不了来，但我可以打药。绝对相信我啊！我有得打药噶，我见到个点啦，个点好似喺度啊，系。絕地上一上我變咗 ，yes， 我一點都正中心啦。佢哋而家點解佢哋會揾普通話人嘅？即係一個大陸人，定台灣人嚟？是大陸。可以講普通話。應該台灣。唔係，通常大陸通常玩第三啊，佢竟然玩第一人稱，出奇異嘅，出奇地特別。我而家好開心啊！等緊佢熟第九階段，我佢哋一樣同我一樣一樣策略嚟嚟啊嚟嚟嚟咯！佢就打藥啦，開始佢放低藥，我俾人啦 ，OK 冇啦冇啦，我哋冇啦我哋冇啦，我冇啦我冇啦我冇啦，哎呀！唔係仲可以縮多次明唔明啊？我冇啦，有啊有個點啊，喂右邊啊！喂，你点啊？啊，仲有点咩？位啊，仲真系，算啦。打机嘅你真系，真系见到我第一次去到咁准咯，真心嗰句。第一次打机嘅，真心我去到咁准咯。见见见见，注意注意。